在第一赛段我们的总冠军是刘涛艾伦。恭喜刘涛艾伦，恭喜你们直接晋级总决赛。不想活了！哎，别，他真的是个人才。这一次，这么多优秀的喜剧人集结到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，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尝试，所以说毅然决然的就来了。嗯。我一进来先看在这压腿呢。怎么那么帅呢？第一感觉就是很帅呀、啊，所以我觉得他演喜剧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说实话，我其实到来之前，我都认为我是演不了喜剧的人。我原来也是一个特别憨厚朴实的人，我根本弄不了喜剧。见了他们之后，我就心里就踏实很多了。包括小斐，算是我们同校的同学吧，我觉得搭起来，我觉得就会是比较融洽。我是四爷，那你是108爷，走吧。麒麟，貔貅哥要过去了，等我落地的时候，帮我把场面准备好。我要一整排的比基尼美女。加油，女排加油！哇，大家好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！我来了！对！简单来说，小品嘛，对，我就演一个哑巴，别，安排。然后你就说，哎，我哥的意思是说呀，我给翻译。对。此了，他们家不干了，现在要造反。他们三个吗？爱笑兄弟吗？看过他们的小品，我对我们这个组合这次充满信心。Hello， 一个，好。好像从比赛到现在，好还没有过夫妻档。嗯，有你们在我俩心里踏实。对，多向你们学习。咱们人多势众啊！从来没演过戏。您说这句话，我们在出去到门口之前，我们仨怎么说？瞅瞅，刚提的事儿，一巴掌就给干断了，咋整？你这样说，人家心里面扑通扑通扑通，好紧张啊！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喜剧的演员，特别希望可以通过这舞台，让我看清楚自己，我究竟是不是可以做一名合格的喜剧演员。Hello， 哎呀妈呀，好绿呀你！好绿呀、啊！红花不是得有绿叶配、啊？哎呦呵，你在这红花呢？毕竟他在这些方面上确实是非常有经验，我都看过，我都觉得特别好看，好尴尬呀！好尴尬呀！所以我就打算让他带着我
把我领上一条喜剧的道。我觉得这两番稍微有点重复是什么呢？后边那个啊，你是他大宝宝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弄死你。就是这个两个变脸很相似。从喜剧的理解上会有一些差异，他们的理解可能是轻松愉快就可以了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把这个每个包袱捅响了是最高目标吧，压力肯定有，想办法克服呗。一开始就是排练的时候没有活动开，等于就把肩膀底下这块肌肉给扭到了。我排练的时候就把脚给扭了，然后刚刚走台的时候又把胯给伤了，就怕明天会影响到明天的录制，我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更疼。三哥，他在这里面跟我们之间能够产生一种默契，然后他的好多点就让我们特别喜欢，互补，对，互补。我对你也特别有信心，因为我觉得你是长得最帅的喜剧演员。我不是喜剧演员，我是影视演员，我跨界来了啊！一二三，加油！他什么都玩过了，就死就没死过，可能他想体验一把吧，就真的走了啊。在排练当中，我其实没有感觉到任何紧张啊，直到上台要彩排的时候，紧张感就出现了。因为我想要他好，麻花蛋炒，咱们林镇，咱们磨磨香，台上见。麒麟绝对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哦，您呢？麒麟绝对没问题的。哎，郭老师来了，郭老师来了。郭老师好，师傅。本来是我跟秀波，对，跟秀波我们两个人，但是没想到他说今天不可来，他就不来了。接下来马上就要上场了啊，这个紧张不紧张？紧张。太好了，符合我们这个队的风格啊。另外告诉你们，上次和吴秀波我们在这个地方分别给自己的队起了一个名字，尤其是我们的激昂慷慨，特别的大气。我们的队叫变形金刚啾啾啾队。哇，果然没文化。果然没文化。哇，啾啾啾，事儿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台上有500观众在等着我们，希望今天大家取得好成绩，我们出发喽。一次喜剧界的异军突起，一场大明星的喜剧冒险之旅，爆笑对战即刻启程。有请男神队长郭德纲。谢谢谢谢，坐下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男的别说。这个节目一直是我和吴秀波老师一起合作的，但是今天你们看到了就是我一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两个往外一走的时候，现场好多人都喊男神男神，于是在上一场结束的时候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回去看看咱们两人的合影，你要觉得你帅，下期你就来。我也没想到我有那么帅啊！秀波让我跟你们说 ，vivo X7 1600万柔光四拍，照亮你的美。这里是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的《喜剧总动员》，现在我郑重宣布，第一季《喜剧总动员》第二赛段正式开始。今天出场的第一对演员，我特别爱他们，因为这个男演员呢。就像我一样这么好看啊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，这个舞台上终于来了一个我们念叨很久的一个女孩，她以前一直和贾玲在一起演戏，你想一想，跟贾玲在一起谁都是女神是吧？于是今天这位女神来到现场了，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有请杜淳、张小斐。咱们俩争取发挥出100%的水平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其实我觉得演喜剧嘛，它
同样的一句台词，你可能让普通人说出来就不好笑，但是喜剧演员说出来一句话，早说0.1秒跟晚说0.1秒的效果其实就是截然不同的。因为这个作品难度挺大的，从前面的这个喜剧的部分到后面的我们这个一个形式的一个东西，都难度都非常大。对于我们来说的话，没有二次机会，只有一次机会，就需要把它很完美的拧在一起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出去。哎呀！啊，头好疼啊！睡醒了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哎呦，不是，我怎么记不住我昨天晚上我就记着我昨天晚上在 KTV， 我忙忙活活的，不能让他给忙活了吧？不好说。没事，我一定要装出一副老练的样子。没事，镇定，找机会走。喝点水，镇定一下。老练，不紧张。火，稳住。哎呀，不睡了。啊，睡不着，自然就醒了。跟我一样，行了，不睡了，我给他周起来啊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对了，昨天啊。行了，我知道昨天晚上可能是我略微的多喝了点酒，但是我觉得咱们成年人之间。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成年人的规则呢 ？OK？ OK 啊 ！Perfect！ 我这放水杯里的隐形眼镜呢？可能丢了吧？三副都丢了？三副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干嘛去啊？洗胃去。哎，等等，就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跟这儿睡吧，明天再走。不了 ，Thank you。给我站住！我说你来来回回的走，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？哎，你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就走，并且我不会回来了。我如果回来，我就跟你姓，再见。哎呀！厨房安个铁门哈，那是卫生间。
不是，那你家门到底在哪儿呢？我说你能不能别闹了，丽丽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小名的？我不光知道你小名叫什么，我还知道你是90年生人，我知道你喜欢唱歌，喜欢跳舞，热爱美食。不是，这些事儿你都是怎么知道的？3年前你失忆了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每天都经历的一模一样，到今天已经900多次了。这怎么会呢？医生说了，你的记忆只有一天。一天？你记得吗？这是我给你买的沙发。哦。这是我给你买的柜子。是吗？还有你最喜欢的落地灯，也是我给你买的。哎，你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就没给你买过什么吗？房子是你买的。不是，哎，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？你要是不信，你自己打开这第二个抽屉看看，里边是不是有张结婚证？还真有一张，登记人张立柱、郭春霞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赶紧坐下吧，张立柱。哎，我好像知道了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小学的时候就认识？对啊。我们俩的班主任是不是叫郑一民？你连小学班主任都知道叫什么了？哎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你说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春霞呀，立柱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到底让我做什么你才能记得我呀？你谁呀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立柱。哎，你别碰我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别动我。哎，我有事儿，那个我男朋友还在校门口等我呢，我们俩约好了，他骑车带我去吃好吃的，再见啊。门没锁。哎，我外出买花，刚好经过你们家，情况怎么样啊？王医生啊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他现在是什么症状？情况越来越严重了。哎呀，那恐怕要发展成间歇性失忆症了。王医生，你这次真的一定得帮帮我啊。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这样啊，我给你看个资料你就明白了啊。来，你看啊。哪儿啊？上面写的，这儿，你看啊，上面说，他现在这种情况啊，你看，第五条，绝对受不了任何的刺激。哦。这几年，你变化挺大呀。没事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俩继续。这算刺激不？我觉得挺刺激。刚才我挺刺激的。滚！哎，哎呀，又晃个客户，这事整的。哎，电脑先放你这吧。这个客户啊，我这个帮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哪儿放的？上衣兜里的李怀兜，来。一破手机还放李怀兜里，这是我新买的 vivo 手机，我怕丢了。往里摸，哪兜啊？往里头摸呀你呀！春霞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上来早了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赶紧给我滚，滚！哎。春霞，春霞，尝尝我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菜。什么菜啊？孜然西瓜。算了，你昨天做那椒盐葡萄还在冰箱里呢。是吗？哎
李柱啊。啊。我带你去个地方好吗？什么地方啊？苹果园。原来我们经常去那儿，那附近有一广场，上面有卖糖人的。我记得咱们去过。苹果园有一个老中医，我在那儿治过健忘症。对呀，咱们走吧。咱们去哪儿？苹果园啊。苹果园。我记得苹果园有个老中医，我在那儿治过健忘症。咱们走。咱们去哪儿？木樨地。木樨地的下一站是苹果园儿。哎，我记得那儿有一个老中医，我在那儿治过健忘症。算了，不去了，哪儿都不去了。谁呀？我，开门。我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可千万不能惹他。算了，这样，你赶紧去里边躲躲。哎、记住啊，我没叫你出来，千万别出来，别说话啊。小兔崽子，你干嘛呢？忙三火四的。爸，你这干嘛来了？我干嘛来你还不知道啊？我问你，跟那个栗树离没离婚？不养理。郭老二，你现在是长大了，翅膀硬了啊，郭老二，你对得起你爹我郭老三吗？立柱啊，情况不一样，他需要人照顾，他失忆了。立柱失忆？啊？你爸我就不失忆吗？我是工作失忆，情场失忆，我就来的这一道上，我都一肚子失忆。不是啊。我的儿子不听话，天天就知道气他爸，让他离婚他不离，差点把我肾气炸。爸，哎，肾气啊，这尝尝我做的红烧哈密瓜。哎，我不说你别出来吗？哎呦喂，这把我大帅儿子魂都给勾没了，天天爹起早贪黑伺候你，你都快成慈禧了你。嗨、哎。你谁呀、啊？还我是谁？我是你老公公，李莲英啊！啊，气死我了！哎，别啊，脑袋疼！爸，啊，掐人中！消息，快把我掐护城！下，好，哎，消息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跟他把婚给我离了，要不然咱俩就断绝父子关系！啊，气死我了！啊，正好我也要走了。我站，站住！干嘛去？我男朋友还在校门口等我呢，我们俩约好了，他骑车带我去吃好吃的。你陪我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我带你去找你男朋友。你看呀，这里是曾经我们经常来的地方啊。你看这个麻辣烫，原来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我们没有钱，我们只能两个人吃一碗。还有那个烧烤摊，你说是你老家的味道，只要你想家了，我们就过来吃。还有那边，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在那给你买的耳环，虽然它是个假的。对了，还有。一个卖糖人的老头，你特别喜欢吃甜的，每次下课我就骑车带你来。那他在哪儿呢？咱俩三年没有来了，他可能已经退休了吧。还有这边，哎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你能不能别再问我是谁了？可是我根本就记不住你啊。我是陌生人。
唐人。姑娘，你叫我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？也是，这一晃啊，都过去三年了。三年？我三年前来过这儿吗？你不光来过这儿，你天天都来这儿。你最喜欢吃我给你做的糖人儿，忘了吗？啊，每次都会买一个回家。你还总喜欢在这个广场上跳舞，姑娘。舞蹈跳的不错，我还在这跳过舞。对呀、啊，我还记得你的男朋友就是在这儿，哎，向你求的婚。那天的人特别多，给你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姑娘，拿着，不要钱啊，送给你和你男朋友。祝你们幸福。昨天的身影在眼前，昨天的欢笑响耳边。谢谢小斐，那个我没想到这最后这段秧歌这好啊，看出来是秧歌了，闻到东北的气息了啊，哎对，一看就干二人转这是啊。拍戏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，有特别大的区别，那个错了不怕，停还有重来的机会，这个不管是观众还是自己都不能给自己第二次机会。那是。那么接下来我有30秒的时间给他们拉一拉票，各位拿起手中的选择器投下你们宝贵的一票，来，30秒计时开始。杜淳算是喜剧舞台上的新人了，小斐是我们这里的老司机了啊，老司机带着我，希望这个新组合得到大家的认可啊，也谢谢大碗娱乐三位一哥，谢谢你们的每一张票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稍事休息，待会儿见，过会儿再见。哎呀，天哪！这样的一个作品，对于我来说其实很难很难的一个作品，因为喜剧原来对于我来说那简直就是，
隔行啊，跨界了，真的，我竟然能够以我自身的能力把它完成了，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掌声。接下来有请喜剧界最浪漫的默契组合沙溢、胡可和爱笑兄弟。一二三，知一不二。这个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这个登舞台的作品吗？古装大戏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非常丰富，很兴奋，同时也很忐忑。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好了，我认为我们都是比赛型的选手。当那个大幕拉开，然后音乐响起，能站在舞台上的那一瞬间，谁都不在了。对，没错。我自己能走，是，但关键是我不能走啊！哎呀，跪下！放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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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闭嘴！这是朝廷的重犯，谁要是再喊，跟他一起杀头；谁要再张牙舞爪，斩！来，都是叛党，给我抓起来！抓起来了，跑啊，杀人啦！沙溢，你跟朝廷作对了3年，聚众为乱，大逆不道，今日本官要将你就地正法。狗官，想我几万兄弟想杀我，白日做梦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午时已到，开刀问斩。呀，刀下留人，圣旨到，皇上来救我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犯人沙溢虽有重罪，但念祖上三代对朝廷有功，特赐斩立决。麻溜的，赶紧的啊，弄死他！来吧，斩首。行刑了，我想再跟他说句话，就一句。你相公是谁呀？看啥呀，在这儿呢。相公，你马上就要上路了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，吃饱了再上路啊。这饭里我放了刀片，一会儿你把绳子给弄断了，兄弟们自会来救你。好，来，大口吃啊，来，大口吃。刀呢？放了呀。你放了吗？放了呀。你放了吗？放了呀。你兜里是什么？刀片啊。那你放哪儿了？没放，没放，没放。没放还不回去放？放就放呗。你瞅啥？我瞅啥了？这个问题。各部门啊，我们抓紧时间，下午3点衙门还有会议，好不好？你有事，我这腿再不治就截肢了，你给我砍吧。你们快点，快点，来，斩首，斩首，斩首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刀下留人！三哥，我来救你了。三弟，三哥，三弟，三哥，三弟，我在这儿。三哥，我听到你了。三弟，走啊，快走！腿啊，三哥，三弟，你去哪儿？我在这儿。太彪了。等一会儿，他管你叫三哥，你管他叫三弟，你俩谁是哥谁是弟呀？那就看从哪边论了。如果从他舅那边论呢，我是他三哥；如果从我姨，哼，狗官，狗贼，我就多余问你，斩首。哎呀，舵主，舵主，你来救我了。舵主，嗨！狗官，你勾结乱党，中饱私囊，欺压百姓，残害忠良，你给我注点意。嗨！走啦！
舵主，他是来警告的。舵主，你还没救我呢。你们那是什么舵呀？草舵呀？我们舵主最近特别忙，有很多工作需要处理。哼，狗官！哼，斩首！刀下留人！哎，大人，啊，我在跟我相公说句话。你刚才不是来过了吗？我刚才只有饭没有酒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相公，我给你送酒来了，这回酒里真的放刀了，你听，咣当的。相公，使劲儿够，使劲儿，使劲儿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次我死定了。娘子，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，让我也能死得安心。相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一日为妻，终身为妇。走，走啊！你哭啥？可怜你，太惨了。别哭了，沙溢，你这个亲戚和朋友一会儿还有没有要来的了？该来的都来了，估计也没什么人了。啊，千万别来了，我一会儿真有事儿啊。来，问斩。你不是我三哥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别说嘛，我俩长得太像了。三哥，三弟，三哥，三弟，三哥，三弟，我在这儿，我听到你了。三弟，三哥，三弟，我走。三弟，那不是我，你搬的是桌子。他拿我桌子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刚才带你去哪儿了？我这腿我能去哪儿啊？全是废物，来斩首吧，斩首吧，我真有事啊，抓紧时间，快快快！他那个令牌会被用完。舵主，沙堂主，舵主，嘿啊！这次你我兄弟联手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好，嘿啊！你瞅啥？砍！杀人啦！杀人啦！啊，好久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庆功了，我来会会你，嘿啊！哎，这绝对是爱笑的风格。对，啊，要不你把后边的事儿推一推。领导，特别不能容忍我迟到。哥，我求你了，咱快点把你斩首。OK， 行，来来来，行，天也黑了，抓紧帮个忙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真的我不能再迟到了。哎，刀下留人！你等一下，郭老师，快快快快快，帮个忙！干嘛呀？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能救谁呀？救人！救人！我能干点什么呀我啊，相公啊，我听你的，哎，我跟别人好上了，你放心吧，你踏踏实实的吧，有我呢啊。行了吧，谁信啊，啊，长成这模样你也要，脑袋上还顶一桃心儿。相公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俩现在就拜堂。现在吗？来来来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一拜天地。哎呀天哪，二拜高堂啊。老三的这是 夫妻对拜，对，我们要入洞房了啊。你再不相信，我们就真的在这儿入洞房。我们给你生个孩子看看。行了，行了，我信了。你信了吗？你俩快走吧，人大人后边还有事呢。兄弟，别在这耽误。好嘞，快走吧。这么开心的，咱们上哪儿入洞房去？咱俩好起来。那个，你跟他们说啊，不是我不去，这边真走不了。让他们先吃饭，别等我了啊，我买单。
走，把后边的事儿推了。嗯，看透了，看透了。好，人世间这点事儿啊，就那么回事儿，啊。哼，狗官。午时斩首，天都黑了。来吧，嗨、三哥，你咋这么沉呢？三哥，三哥，你说话呀，三哥。都不是我的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你三弟来了。高官，哎，三哥，啊，三哥，啊，我们快走，上哪儿去？上哪儿去？舵主，你刚来两次了也没救我，你再跑啊！舵主，想不到，我求求你，我无论怎么跑，也跑不出总舵主的五指山。哼，也跟别人跑了，这个很妙。后面在讲话，前面在讲，完全没听后面讲话。好，你再跑一次，我再追一次。哥，谁受得了啊？蜻蜓点水。舵主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舵主，马踏飞燕，一二。舵主，踏。舵主，你干点正事儿吧。错，是若错了舵，爱错了人。娘子，相公，你不是嫁人了吗？傻瓜，骗你呢。骗我的？不可能！你看那胖子还笑呢，现在还笑呢。既然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纵使千般苦，永远不分离。三哥，三哥。三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好厉害啊！很高兴啊，跟胡可、沙溢，我们夫妻三人站在一起。我好些年没看见胡可了哈、啊，一直在想你。真好。嗯。怎么还没走？主要是想见着你，能见到秀波老师。为啥今天没来呢？你这个命太苦了，真的。你这个太太谁都想，就是不想你。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咱们干点正事啊。我有30秒的时间要为他们来拉一拉票，你们各位要开始投票，现在计时开始。沙溢、胡可、爱笑兄弟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好多年了，很开心能够看到他们在台上表演这么一个开始很不正经，最后又特别正经结尾的这么一个节目。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为胡可、沙溢、爱笑兄弟投上宝贵的一票，谢谢。请几位稍事休息，咱们待会儿再聊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之间配合应该是渐入佳境的那一种，有一个地方差点吃了一个螺丝，所以其实打乱了一点节奏，但是后面我觉得就会越来越好。现在演完了，我觉得还挺过瘾的。我马上就要走，因为我要去国外拍戏，我得让我老朋友要在这儿一定要知道结果，然后我们俩会随时保持电话，好知道现场的动向。
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极具喜剧创意的实力组合马斯。加油！加油！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喜剧的演员，但是怎样去做一个喜剧演员，我并不是十分的清楚。演喜剧真的是特别难的，节奏啊、尺寸啊、筋劲啊，就差那一点点，这包就不响了。我不是你，别多想。好尴尬呀！我就是希望和我的伙伴们一起，呈现出来一个，我们自己努力做到的作品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小二郎，亮獠牙，哎呀，熬什么呀？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猎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，逃是逃不了了，但是我们必须得把小白保护好。小白的父母被猎人杀死了，小白是我们狼群唯一的后代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，有没有信心？一郎，你放心吧，我愿意为小白献出双眼。我愿意为小白献出心脏。我愿意为小白献出生命。我愿意为小白，我把小白弄丢了。为了找到小白，我们就算是付出生命也要大声地喊出来。小点声也行，这孩子耳朵贼。一郎，咱们还是分头找吧。特别好。你干什么呀？不是你说的分头找吗？他俩一伙儿，他俩一伙儿，我寻思咱俩一伙儿。你个狗，你叫啥呀？我寻思证明一下我是狗呗。那你倒是学狗叫呀，你学我们狼叫干嘛呀？我寻思证明一下我是狼狗呗。你一个斑点狗，你装什么狼狗啊？斑点狼狗呗。哎，这家伙一走道那小屁股扭的呀，一撅的一撅的的，我以为谁家小母狗呢，上去我就扑过去了。你闭嘴，别跟他废话，杀了。哎，一郎，一郎，我回来了。哇塞，哼，娘，这是你们狗准备的生日礼物吧？小白，这不是生日礼物，这是叔叔抓来的一条狗，你起来，我弄死他啊。住手，当着孩子面的打打杀杀的多血腥啊。就是我小白呀，喜欢小狗狗是不是？小狗狗可爱是吧？我再给你弄只纯的纯血统。不要不要，我就要这个。就这么招人稀罕，你说多气人。太可爱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既然孩子喜欢就给他吧。你疯了吗？他是猎人的狗，小白的父母就是死在猎人枪。我们这是要杀他，也不能当着小白的面。哎呀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礼物可就放心多了。
小白呀，礼物这两天跑的腿有点疼啊。你们谁给我礼物捶捶腿？你去。不行，他不行啊，他一过来了，我老想起那只小母狗。这，不是，你这狗不给钱，还得挑人啊？要不就你吧。哇、哦！我手劲儿可大。哎，你说奇怪了，我怎么就喜欢手劲大的呢？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腿放那儿了。快点儿啊！啊！舒服。老妹儿啊，你说你们一天东跑西颠的，饥肠辘辘的，图啥啊？你看我让猎人伺候的丰衣足食啊，那是。我不吃屎。我的意思是，背靠大树好乘凉啊。我不吃屎。我是想。我不吃屎。我不吃屎，我不吃屎，我不吃屎。哎、你不吃，我吃。小白呀、啊，你看你在这儿也挺无聊的，让你小爷们小二郎叔叔带你出去玩会儿呗。嗯，好。别，我不去。圈套，刚才就是我给整丢的，现在还想让我去啊？绝对不去，圈套。兄弟，咱俩真是一伙的呀！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，我还真得把你整走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别管什么玩意儿，你这样，你上后山啊采点鲜花去，你把这块美化一下行不行？哎，你看看这个不是圈套，光明磊落。找花呀？我知道哪儿呀，我带你去。哎，小白。我主要是想活跃一下气氛，然后有了些许的放纵。我站起来，这话说得多外道，这样式是不是显得更客气一点？别跟他废话，动手！你俩千万别杀我，真的，你们已经被猎人包围了。我在猎人那多少还有点面子，我这样我跟你俩求求情行不行？你啊，还有面子呢？你是不知道猎人对我有多好啊！一口一个儿子叫的，一口一个儿子叫的，叫的我特别想给他生个孙子。哎呀，依然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商量怎么给你过生日呢。那你们给我唱首生日歌吧。唱什么生日歌 ？SPA 还没做完呢。你给我闭嘴！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哎，我还会唱那个日语的。恭喜吉娃 to you， 哎，我还会唱那个韩语的呢。思密达达 to， 你们干啥呢？你们都孩子过个生日不容易，你不知道唱个歌啊？嗯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恭喜吉娃 to you， 萨瓦迪卡 to you， 思密达达 to you。太开心了！谢谢你们给我过生日，开心吗，小白？开心。那生日歌唱完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切礼物了？嗯。当着孩子面切呀？礼物不都是当着面切吗？那孩子心里多不美丽呀！这好办。切礼物之前许个愿呗，要不大伙跟着一块儿许一个呗。那许愿之前是不是得插个蜡烛？绝境啊！一郎，猎人追上来了，绝处逢生啊！别开枪，主人，他们手里有人质。你面子呢？这个狗和人的沟通可能还是有语言障碍，你别着急，我再跟他说一遍啊。主人，他们把我放了，他们都是好狼，没事啊。主人，咱回家吧。走开！亮獠牙。
白狼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一年前，我的女儿就是被一只白狼活活咬死的，所以这世上的白狼都不能活。其他的我可以不杀，闪开。我的畜生！我愿意为小白献出生命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我愿意为小白献出双眼。我愿意为小白献出心脏。难道都不怕死了？给你报仇了，你干什么？你在保护他？你是我的狗啊！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死？滚！我让你滚呢！我的愿望是，希望以后每年生日都可以像今天这么开心。树叶随你轻轻摇晃，落在我心上，从此再没停下来，爱会伴我成长。曾经说谁让我留下来，依然陪。
在后台看见马苏的时候，我就看这身衣服，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是演这么一活。我也以为我第一次登台能演个人什么的，嗯，结果还行。没想到那个要求太深，还好没演狗。这个题材其实特别不好弄，我们也中间改了好多版、好多稿，然后觉得不是很好，最后觉得定这个，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喜欢，对对。谢谢。接下来有30秒的时间为他们拉票，你们同时要投票。来，30秒计时开始。在我的印象中啊，马苏是一个特别正经的影视演员，扔在这个舞台上，不仅跟他们合在一起，而且表现非常好。大潘就不用多说了，这么一个优秀的团队表演这么一个既有情怀又好玩的节目，相信大家心中都有数。再一次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来，谢谢。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再见。他们第一个笑声之后，我心里就已经放下去很多了。大幕一拉上的一瞬间，就是你会觉得我还想再来一遍，因为这可能就是舞台带给每一个演员的不同，就这种魅力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最具冒险精神的兄弟组合欧弟。紧张吗？什么是紧张？可以吃吗？做小品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说它虽然是排练好的，但是呢又充满了一些即兴，截然不同跟我以前的表演。这一次的跨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。我觉得压力越大的，我就越兴奋。时间作为商品交易储存已经第300个年头了，请谨记时间三规则。一，时间可以交易赠与。二，时间归零则生命终止。三，时间转出至他人名下，该笔时间当日不得转回。唉，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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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针它不停在转动。兄弟，干嘛？改表吗？改表？3分钟无痛改表，无痛私密不伤表，随做随走。怎么收费？给我45分钟，来。嗯，那就拿时间交易。来。你痒痒肉长表上了？我表嫩，忍着点，马上就好。别扔了你！不行，我太痒痒了，我弄不了这，我不改了，不改，把那时间退我吧。退给你，懂不懂规矩？当日交易的时间，当日不得转回。这是傻子。哦，还真是哈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转给你的，你转不回来，你可以把你的转给我呀。整个一大傻子。这要是我爸该多好啊。
这不先郭大少吗？怎么样？最近生意怎么样？承蒙您关照，还不错。哎，那当然，我可是花了不少时间呢。哎，干嘛呢？什么地方啊？说进就往里进？我找我哥呀。不，你谁呀？郭麒麟啊。你哥谁呀？郭貔貅啊。哦，二少爷啊，你们家可真厉害，养了一家子神兽。来，二少爷，咱里边请。哥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弟弟，哥，哎呀，弟弟啊，啊，你今天怎么找到我啊？我今天主要是跟你道别来的。啊，道别，来来来，坐，什么事？因为什么呀？咱们这儿赚时间太难了啊。我琢磨上城里，上北京看看去。哎，我们是郭家的公子，哎，我们富裕的人多的是时间，就要懂得活在当下，要懂得挥霍，懂吗？我教你时间该怎么花。哎，呼呼，想嗨的跟我一起来 music。哎，别走啊，给你一点小费。哎，都来，坐吧，累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不是王大老板吗？啥风把您吹来了？哼，能吹动我的是台风。甭说那些没用的，这台位我大哥昨儿个就定了。哎呀，这不是人家郭家两位少爷先来了吗？再说了，人家郭大少爷还给我多加了100个小时呢。呵呵，我加200、300、500、600、1000，我们加1000万。哎，不是，你不让我跟你学吗？不是，这学过了，行吗？呀，逗你玩呢，小子。1000万，有吗？怎么会没有啊？那咱今儿玩两把怎么样？咱赌眼珠子，你敢吗？怎么赌？就你要是输了，我扣你一只眼。我要是赢了呢？还给你。就这么定了。大哥。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啊，这眼珠子挖出来，恐怕他就安不回去了。果然是我的智囊啊！哼，想骗我眼珠子是不是？没门！你说赌什么？赌时间。我来。这样吧，你们玩扑克，1到10，谁抽的点数大，谁就赢。这么幼稚的游戏。来个10000小时吧。好啊。王老板，8点胜。还玩吗？50000。王老板，2点，还玩吗？我跟你玩命，干嘛呀，哥？咱爸就是玩命没的呀，这是传统。好。够吗？看来你活得蛮久的哈。
胜。分了吧。给哥一点时间。不行，哥，我就剩这点了，我不能给你啊。你就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就剩12个小时了。12小时小意思嘛，你给我6个小时嘛，我就翻了本，我们两个都没事。要翻不了本呢，咱俩都得死。所以你现在要看我死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哥。我死啊，死就死了，没事，我去陪老爸。别，好，没事，没关系。给你，哈弟弟。哎，麒麟，麒麟，你干嘛全给我？麒麟，哎，你干嘛全给我？我还不了解你吗，哥？不全给你，你怎么活得下去啊？这不用这样嘛！交易失败，交易失败，交易失败。怎么？你忘了，哥？我今天转给你的时间，今天转不回来。你放心，哥给你想办法啊！哎，老板娘，给你很多吧，来，给你，就我弟，你，哎，小王，老爸，我对你那么好，我平常我也没有多少，你给我一点嘛，那我就给你一点，给我一点，快，才给5秒，你，麒麟，大哥，刚才不好意思得罪你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，让我救我弟，求救我。我求求你，大爷，你给我一点，让我救我弟，我求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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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，求求你，给我一点，拜托，求求你，爷赏你，拜托，能不能再多一点？再给我多一点吧，再给我多一点吧，得寸进尺，拜托，我去你的，去你。麒麟，哥拿到了。哥，别去了。我不能看你死啊！可我更不能看别人笑话你啊！哥，你现在该明白时间有多宝贵了吧？好好珍惜我给你的时间，替我活着。谢谢，快坐下吧。这个出于避嫌，我都没法点评你们的节目，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这个你说好就不能不合适了，因为这个节目。别闹啊，好吧，希望呢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啊。那么接下来有30秒的时间交给你们两个人，给自己拉一拉票，说说心里话，同时各位拿起手中的选择器给他们投票，来，30秒计时开始。其实整个节目从编排到最后，我们也请了专业的编剧老师，包括我们在一起排练这个节目，排练了好几个晚上。说实在话，我不太愿意在这儿说，哎呀，我们很辛苦，我们有多累。总而言之吧，如果能有下一次的话，我选择说相声。好，再一次谢谢你们两人，也辛苦了啊！谢谢您。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再见。大家辛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以前在舞台上表演，更多的都是说相声，从来没有这种经历，从来没有这种表演。这个脚本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最后面那一段，那种表现方式很震撼。我求求你！所以我对那一段的表达是特别在意的，强过我想要在这个舞台上面搞笑。大
到这里呢，我们本期四组搭档他们的竞演就全部结束了。感谢现场500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投票支持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跟随着队长郭德纲去往欢乐之家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四组搭档他们的竞演之后排名情况。这个今天是头一次在这个台上演你们节目给观众看啊。对。这个500位观众给你们有一排名，这个排名说句实在话，我没想到，啊。我先说欧弟和郭麒麟。我先说欧弟和郭麒麟吧。他们今天的最后得分是449票。哇，好高啊！那么接下来我说说马苏和大潘。马苏大潘453。449。白毅、胡可、二小兄弟这一组，这个分数也是我没想到的，真的。445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鼓掌，鼓掌，鼓掌。顾纯、张小斐，好遗憾。458分。那么恭喜杜淳、张小斐今天第一！哦，恭喜！咱俩得拥抱一下，咱俩拥抱一下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希望你们该追的就追一追，能把最好的节目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。下期咱们继续努力，各位辛苦了，谢谢。欢迎登录网络合作平台优酷、腾讯视频观看《喜剧总动员》节目完整视频。登录微博话题喜剧总动员参与偶像打榜，助力偶像荣膺微博人气大奖。登录微博话题喜剧总动员参与视频打榜，助力作品荣膺微博人气作品大奖。感谢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、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网易娱乐、腾讯娱乐、QQ 音乐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新华网、北京娱乐、央视网、环球网、国际在线、娱乐中国、中国青年网、粉丝网、Zucker、橘子娱乐、中公娱乐、界面、违法唱毒、一点资讯、全民星探、号外、Oh What、蜻蜓 FM、小鱼、未饭、无理、搜狐社区、澎湃新闻、百度云、深度音乐平台酷狗音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